VIP 的活动，然后是来这边特别展出他们意大利设计师所设计的一些顶级珠宝们，然后是只有在台湾的一些店他们会去做一个限时的巡回。那这个系列就是他们的 Triplicity 系列，然后整个系列都是以纽约的这个整个 skyline 作为设计的灵感。然后呢，有几个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漂亮。这个是就是 Heart on Fire 他们特别找来他们的设计师，然后这个桌子呢，就是他仿照他在纽约他的桌子工作室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上面有很多他设计珠宝的一些手稿，所以很难得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当面的跟设计师面对面，然后知道说他对这个系列的一些设计的灵感。I want to know like which one of the collection is your favorite? My favorite?I think it's the one you were already talking about, the Chrysler Building. It's a beautiful. Yeah. Or it's just because when you imagine, I think the Chrysler Building is the one that always stands out among the other skyscrapers, and especially at night, you see basically the lights, these triangles radiating lights in the same way, obviously, the Hubble Diamonds do. Yeah. One other favorite, if I had to say different, the Tassel.The tassel. It's because I always have the design here. If you want to, it's easier to describe it. Okay. This, sorry, if you don't mind, can I just do a quick translation? 我刚刚就问他说他自己在这整个系列里面他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piece? 然后他说他最喜欢的只能选一个的话，最喜欢其实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Chrysler Collection 里面的这个系列，因为他说在纽约的这整个夜景来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都是这个 building， 然后他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就会看到它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圆弧形，然后透过钻石的呈现，就很像纽约夜晚的这个闪耀这个灯整个城市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他喜欢的就是刚刚背后的这个就是有一个流苏感的设计，然后他也很特别直接把他的手稿带来，然后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款式。今天来七家的活动，然后呢看到非常多漂亮的手表，然后有一只手表我真的很喜欢，它是积家跟Louis Vuitton 合作的一只手表，然后是红色的表带，我最爱的颜色，真的好心动，可是价钱让我有点高攀不起。这是 Reversal 的系列，所以就是一边有钻一边没有钻。对，一边是罗马数字。在做耳环，这个是永生花，戴起来好美哦，很适合下礼拜去巴厘岛度假。Hello， 我们现在在是影片吗？影片。我们在机家要试戴一支。好适合你哦！这是我们约会系列，约会系列，你戴了就立刻开始约会。那我觉得这只戴了好像单身，其实蛮好看的。其实这种中性的表最好搭配，跟我今天的妆扮演是非常好帅哦。花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玉兰，想要呈现一种白色的花卉感受。那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味道。没办法，我现在哇，又喷这么多纹了，对，真的才一只手。那我换这位亲爱的，你看看，你试一下，怎么样？发表一下感觉。我觉得这样有点变态，这样闻闻的手，非常的温和柔和，柔和的香。你帮我放信箱好不好？因为像晚上。
好好想。谢谢。今天的活动呢是要来 Kova 吃他们的下午茶，然后 Kova 其实是 LVMH 集团唯一一个旗下的一个甜点店，盒装的巧克力全部都是原装从意大利进口的。今天呢是在信义威风的二楼的 Kova， 他们的这个限量推出他们的野餐下午茶的套餐，然后非常的丰盛，因为它就是设计给两个人吃，然后有非常漂亮的那个就是野餐的感觉的摆盘。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有时候外面的气候那么的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去外面野餐，其实就可以在这边在很舒服的环境下，然后跟好姐妹可以边聊天，然后试试看好吃的甜点。是来Cartier 的顶级珠宝展，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是就做珠宝的，所以我对珠宝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今天来展出的所有的珠宝们，刚刚新闻稿的上面是说总共价值超过100亿台币，所以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其实在现场就看到真的很多都是平常很难看到的，那么大，然后净度，然后颜色都那么棒的一个钻石们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些珠宝真的就是对我来说他们就是艺术品，就是欣赏他们就是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种虽然没有办法拥有它，但是看的会觉得心情很好，就是一个培养自己一个美感的一个方式之一。然后你就逛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一区呢是 Cartier 他们展出他们的古董珠宝系列，然后像这一区都是50年代跟60年代的一些饰品。其实像这一区啊就全部都是50年代跟60年代的一些珠宝，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镶工，还有就是当代流行的一些感觉跟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珠宝不太一样。受邀来到 The Beers 他们的一个展览的现场。那其实我觉得对于珠宝来说呢，大家对于 The Beers 这个名字一定都很熟悉，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钻石供应商，所以不管是你要任何质量或是大小颜色的钻石，其实都在 The Beers 都可以找到。那今天这个展览其实他们是最主要是想要传达给消费者，就是 The Beers 它是 House of Diamonds， 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在这里你一定可以找到一颗属于你最适合你自己的钻石。那因为其实我稍微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展览，其实他今天的展览就是跟大家分享说，The Beers 他从创造到现在100多年以来，他们是怎么样去筛选每一颗钻石，然后怎么样去切割，然后去带出它最漂亮的一个火光。今天呢、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这些都是钻石的原石，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看到钻石都是已经切好了，很闪亮，但是真正的钻石的原石其实是长这样，它有点像冰糖，然后它本身是没有太多的火光的，所以钻石本身的闪亮其实靠的就是它的切工才能够带出它真正的这个 fire， 它的这个闪亮度。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彩钻，可能看过有一些半宝石，一些什么紫水晶什么的，它有很多颜色，但是真正的钻石它是必须达到一定的硬度跟一定的坚韧度，它才可以被分为是钻石。然后钻石它又有很多颜色，然后我觉得这个它很特别，就是因为 The Beers 它就是House of Diamonds， 所以它特别去找了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的彩钻。 Beers 想要传达给大家就是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然后最重要的是哪一颗钻石是适合你自己的，它就是最美的钻石。